由刘涛、林峰等主演的《星辰大海》正在火热更新中，文馨家庭条件、自身条件都很哈，却偏偏喜欢上李一鸣，而且执念很深，这或许就是文馨恨简爱的原因。他把简爱当成情敌，时刻想着诋毁简爱。李一鸣对简爱也有执念，即使被拒绝很多次，依然无法死心。或许这就是爱情，没有道理可讲。文馨为了得到李一鸣，跟他发生了关系，两人现在算是同居关系。李一鸣对外却不公布两人关系，甚至跟父母吃饭的时候也不承认跟文馨恋爱，这样看起来似乎很渣。文馨也因此相当痛苦，几乎变得疯狂，心里也就慢慢扭曲了。李一鸣想跟文馨分手，他依然想追求简爱。文馨失去理智，要杀了李一鸣，这样两人就能永远在一起，这样的爱实在让人窒息，估计任谁都无法接受。你们觉着呢？期待大结局精彩剧情。